大家早上好，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啊！今天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来唱这首《活出爱》啊。这首诗歌呢是带有一点动作哈、啊，很简单的动作啊。我们一起来站，能够站立的站起来，我们来做一做动作啊，动一下你们的手脚，手脚哈、啊。啊，是的，好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哈，第一次你们如果还不熟、第二次可以的，不要紧的 OK。好，我们开始。这首诗歌是一首很美的诗歌，感谢主耶稣，让我们活出他的爱。活出耶稣的爱，感谢耶稣，我们赞美他。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主。
向世界发出爱。谢谢，感谢主耶稣的爱，感谢我们姐妹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耶稣， Amen。 好高兴啊，因为圣诞节要来了，你看我们教会都开始有圣诞节的布置啊，我们的主真是好，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很好哈。 OK， 好，让我们来做个祷告，让主让我们往后的日子更加的快乐啊！圣诞节来临了，又一年了，哦，日子过得快，我们在主里获得高兴、愉快、平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感谢你带给我们进入这个圣诞节的气氛了，让每个人知道。你的到来是要拯救全世界，我们人类因为是犯了罪，是没有这个福分，本来就是靠着主耶稣你的牺牲在十字架上，宝贵的十字架上让我们得着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心中充满感恩感激。神啊，你就这么引领我们，让我们来继续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来一生的爱你，一生把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你。Amen。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Amen。啊，来，我们唱第二首诗歌。一生的爱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唯一，我们要来一生的爱他。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有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Amen， 感谢主，我们要来一生一世的爱耶稣。Amen，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有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我们继续，我们说，爱你，一生敬拜你。让我们敬拜我们的耶稣。爱你，
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有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是的，我们要跟随你，永永远远。奉献。回头，我爱你，耶稣。那我们讲，我爱你，耶稣，爱你，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耶稣先爱我们，先爱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才能够爱别人，爱自己，爱别人。OK， 好，谢谢。耶稣的爱是多么的伟大，爱你是我的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滴滴眼的啦，吸气眼的啦，吸气眼的啦啦啦啦，一滴滴眼的啦，吸气眼的啦啦，一滴滴眼的啦，吸气眼的啦，吸气滴眼的啦。是起点，哒啦啦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千万个理由，让我们来相信我们的耶稣，来到颂扬他，哈利路亚。我尊崇他的名，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这是一首英文改过来的诗歌，我也好喜欢。喜欢这首歌。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尊崇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尊崇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就是鸟再来歌颂我神。无论将要面对顺境或是逆境，当夜晚来临，能要歌颂你。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尊崇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尊崇你的生命。 Amen， 哈利路亚。赞助我的灵，我的魂，尊崇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尊崇你的生命。颂，哈利路亚。我尊崇你的生命，生命。嘿滴滴安达拉，西吉安达拉，啦啦啦啦啦。嘿滴滴安达拉，嘿滴安达拉，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吉滴安达拉，西吉安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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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嘿滴滴安达拉，西吉安达啦啦啦啦啦啦啦。耶稣啊，我们要来尊崇你，尊崇你的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就是那位最伟大的神，
哈利路亚，我们别无依靠，唯有来到神你的面前，来到仰望尊重你。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每天都交托于你。哈利路亚，求主你照顾保护我们与我们的家人啊，在这疫情的时刻，我们都依赖你，依赖你的保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唯有在你的宝座前，我们就感到这份喜乐与平安。哈利路亚，我们这样来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Thank you， 谢谢。时间交给传道。Hello， 我哋好多谢淑芬姊妹同埋团队啊，俾我哋演出咁美好嘅舞蹈，因此而献俾神，我哋为感谢，为起啊多谢啊佢嘅热心啊，为起带嚟咁好嘅敬拜，我哋感恩啊。所以无论今日你系喺网上或者系实体同我哋一齐嚟敬拜神嘅，我哋都欢迎你，亦都感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敬拜爱我们的神。正如这首诗歌所说的，活出爱，教会是一个应该学习活出爱的一个团体，但是我们想做是一回事，做不做出来又是一回事，但是是因为很多问题我们就不做呢？是不是面我们面对很多打击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又放弃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耶稣排除万难卒之，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复活，还有这2000年来岁所感动带领的人，呼召的人，都用历史，用他们人生，用他们一生来跟我们说，活出爱是一件可行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在圣经，在耶稣的教导当中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女仔，就活出了这个活出爱的生命。她的生命中虽然是很多困难摆在面前，就正如正华阿淑芬带领一首歌，她总有千万个理由，有万个理由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一个值得学习的一个的写照呢？所以为了今天的信息，为了今天的聚会，我们先低头来做个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道的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爱感动我们，是你以一个慈爱来吸引我们来亲近你。但主啊，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正如那老人家说的，我们有时真的似牛皮灯笼，点极都不着，所以我们信得太迟钝，我们感觉得太矛盾和太迟钝。求你圣灵软化我们的心，求你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可以去触摸，可以去感受到你的爱。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向我们每个人讲话，让你的爱可以感动我们，不是停留在头脑上的知道，而是在性情上，在感受上有所领会，让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脑可以共鸣，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你，正如那首诗歌，愿意一生的爱你，因为你一生来爱我们。主，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明白，好像我们这样的人竟让你爱，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买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女，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明白，但是主，我们愿意被你的爱深深吸引，快跑跟随你。求你祝福这个聚会，求你祝福无论在网上在实体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领受你的爱，被你的爱深深吸引，荣耀归你，因为你是施恩施慈爱给我们的神。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路德这个名字在教会，特别在姊妹当中是非常之什么，非常之流行的，因为很多姊妹特别在贫穷家庭出生的姊妹呢，很喜欢给自己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叫路德啊。我在太平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姊妹啊，信主很久都没有安一个基督教的名字，突然间跟我说，阿川道，我要叫自己做路德。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叫自己路德啊？难道你想好像路德做一个非常孝顺家谱的心好？不是啊，川道，因为我想嫁个有钱人。因为路德最后嫁给一个财主，圣经怎么说，财主啊，谁来的？波阿斯啊，所以他一心在寻找波阿斯。好可惜，到今时今日我还没见到他找到他的波阿斯。OK， 路德还在寻找他的波阿斯。究竟其实路德，圣经就是在路德既有记载之外，就是出现在耶稣家谱马太福音里面就有记载这个名字。我们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没有任何路德的信息。究竟特登为了一个看来很平凡很简单的女仔，做什么圣经特登有一本经书来记载呢？做什么用经书记载了路德的一生？特别是这个经书又放在哪里？放在《司事记》和这个撒母耳记中间。我们知道撒母耳过后讲起大卫王，还有讲一个建造王国的一个过程。司事记是由神带领，即是说司事和王国，司事记和撒母耳记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是一个跨时代的挑战。做什么在个跨时代的挑战当中放了一本路德记？路德啊，不是马丁路德 路德究竟是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呢？所以今天我们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仍然按照我们讲的主题啊，今年到明年基督的角度，从马太福音来讲，我们所指的基督的角度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个范围，基督的角度。所以今天我们是基督的角度第四讲，家谱类的第五个女人啊，五个女人的排第三个女人啦，路德啊。经文啊，大家都熟悉的马太福音一至十七节至23，同埋大多数我不写出来，其实是成本路德记啊。听闻太长，所以我假设大家对路德记很熟啊，所以我们是大致跳字来讲啊。OK， 所以我们重温一下耶稣基督卡路。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分三个段落的。第一节至十七节这个家谱里面是以这样的三个人的模式来穿的，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三个人名：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基督。更加细分结论的时候，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移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移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三个人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里面来分段落的。在这三个十四代段落里面却发觉到很特别的事，就是其实由五个女人名来穿的。五个女人名字，今天要讲到为什么是女人啊，所以就有一首歌就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为什么我天生不是女人啊，所以有人很恨做女人。但很奇怪，但犹太人同样都是大男人主义的，很少写女人的。很惊讶的是，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居然是可以以女人来穿一条线来看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犹太从他玛时第一个女人的出现，之后我们在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时
波亞斯從羅斯地，我哋發到拉合士同波亞斯，咩拉合士同勞德其實有親戚關係啊？點樣關係啊？拉合係邊個嚟啊？拉合係勞德嘅家婆。拉合生波亞斯嘛，之後勞德嫁俾波亞斯。啊，呢個好重要線索啊！點解咧？當頂下俾經文你睇嘅時候咧，我哋對勞德記有一個好大嘅時間嘅偏差。啊，陣間我會幫你解釋啊，再你記住呢樣嘢啊。拉合氏係勞德嘅家婆，亦即係話大家係啊住一個啊生存喺同一個時代啊，唔係相偶嚟啊。記住呢樣嘢啊，同埋你記得拉合氏係幾時出現啊？是約書亞帶住以色列人要入應許之地，出現啊！記得啊！拉合是約書亞要入應許之地啊！都係好多，我發覺到好多人解路德記嘅時候有好多偏差，是時間嘅偏差，其實發覺到好近嘅啲時間啊！啊，呢樣嘢記得就得噶啦。好，之後下地今下低又唔好講先，因為我哋下一次再講嘅。好，記得。第五個女人是關鍵，因為這個過了之後就講到耶穌基督的誕生。23節，必有堂女懷孕生子，人要稱她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所以大家給心機小心聽，因為今天的協議的經文相當之長，我們用心來看聖經為什麼這麼強調路德。OK， 我哋睇一個呢五個人穿嘅呢個模式。他馬時出大眾，拉合時出英雄，好近就出現咗另一個第三個女人叫魯德時，就出咗大衛王。因為魯德係大衛王嘅太婆，唔係阿婆啊，阿婆嘅阿媽嘅太婆係佢太婆，魯德時係太婆，出咗大衛王，就烏利亞妻被奴回歸瑪利亞，耶穌基督誕生。OK， 我哋繼續啊。所以我哋講咗他馬時，我哋講咗拉合時，今日講嘅係魯德時嘅幼情幼兒，佢點樣幼情幼兒法？所以我哋就睇魯德記第一章一開始，當斯時執政嘅時候，國中招兒饑荒，一開始好似解釋呢家人係幼情幼兒嘅，喺猶大嘅伯利恒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居住，這個經文好像很同情他，因為為什麼找不到食嘛，就要餓死，所以找不到食就要餓死，我們做什麼就可以走咯。想當初我們大馬的馬來西亞的祖先，華人的祖先，在清朝同埋喺民國初期，喺中國，特別喺南方，福建省同埋廣東省呢兩個省份，啊，因為呢個外國人、英國人嘅事件，一個清朝嘅事件咧，嗰個地方搞到民不聊生，之後我哋好多祖先係揾唔到食，咁樣我哋祖先有咩解決方案啊？嗰陣時有機會接觸英國人嘅時候，就落南洋，就去咗印尼，去咗泰國，去咗新加坡，去咗馬來西亞呢個地方。所以我哋嘅祖先就係嗰一批嚟到馬來西亞嘅人，之後我哋就係佢嘅後裔。所以因為我哋祖先喺中國南方，特別是這兩個省份，福建省和廣東省找不到食，所以因著有這個機會，我們來到馬來西亞。那我想問你，是不是找不到食就可以離開呢？好像這樣，馬來西亞已經開始很多人要離開了，為什麼？漸漸的，我們在這個國家住了百多年，130年，而特正第一批大批人移民去太平的記啊，正式大批人啊，其實是有130年歷史，是不是經過130年馬來西亞開始找不到食，所以我們移民英國、美國、澳洲很流行， OK， 我們是應當的，是合理的，是不是這樣啊？是不是這樣啊？很多人點頭
啊，所以我哋就认同呢个经文开始讲：当司事执政嘅时候，国中就如饥荒，所以呢家人离开系值得同情嘅。啊，大家点睇啊？我哋慢慢睇。第二节呢、这个人叫以利未勒，以利未勒，佢嘅妻子叫拿俄米。啊，我不过呢样嘢我先提先啊。路德记嘅描述传嘅时候，当时犹太人系将嗰啲经文系抄喺羊皮卷，但羊皮卷咧就系、是、收喺嗰啲贵重嘅拉比嘅手中。普遍人咧系冇咁有钱，羊皮啊！而家你买个皮嘅 bag 贵唔贵啊？好皮啊，好贵啊！从当初嚟啊，羊皮好贵啊，所以好多时候呢啲路德记呢啲比较旧嘅旧约经文咧。是一代傳一代，是口述的，口述。所以口述的時候，寫經文的人呢，其實不是記載正式人名啊。等一下我幫你解釋那個人名的意思啊。通常記那個性格特徵，要你們學的東西，以利明慧啊。所以我先提這件事先啊。所以這個人叫做以利未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叫馬倫，一個叫基連，就是猶大伯利恒以法蓮他人，以法他不是他人，以法他是個名字，一個地方名的人、啊、他們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裡。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未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一個叫做俄爾巴，一個叫做路德，在那裡住了有多少年了？十年，即是说他们去了这个地方、啊、开始他老公死了，他老公死了之后，他两个仔就娶了两个新抱，同他们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十年，搬了这个地方十年，老公死了、okay? 之后你发觉到这两个仔都死了、okay? 剩下拿俄米和两个新抱。以前口述的時候，那個真名，那個名不是真名，但是帶出那個教導，所以那個名字的什麼意思，對整個明白路德記是很重要的、啊、我先講一個歷史背景先。當司事執政的時候，路德記一開始給了我時間表，但是司事記頭頭尾尾有四百多年，這樣它是哪段時間？前四十年啦，或者後四十年。如果前尾四十年就相隔幾百年喎，幾百年啊，阿媽都唔認得你啊，你就幾百年啦，骨都變咗灰咯。但係我哋喺少少嘅啊片段，寫《詩時記》一章一節，約斯亞死咗，以色列人求問耶和華，我哋當中間誰當有先上去攻擊迦拿人，與佢哋爭戰呢？这个是司事记第一章开始，约斯亚死了，所以我们知道司事记的开始，因为约斯亚死了来开始的。第二，我们有问约斯亚几多岁死？约斯亚记十四章第十节、啊、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讲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里，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而今我八十五岁了。约书亚同一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就是加勒，加勒同约书亚是差不多同年，相差应该是秒五岁，但是我们不是很清楚约书亚实际的年龄，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多少岁死。但是由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十节里面，我们看到加勒是记得是接近四十三十几成四十岁的时候跟着摩西出埃及啊、入、啊、出埃及進入曠野，以色列人流離在曠野四十年。所以這個更加詳細的是，他說加勒對摩西說，我跟你四十五年，也就是說加勒這個人，摩西未帶他們出埃及之前已經跟了摩西，跟約書亞一樣。所以這個經文就說他們差不多到尾聲的時候，加勒說、啊、他八十五歲，就是说我们相信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的时间都是在八十五岁至九十岁这段时间。那么约书亚究竟用了多少年、啊、
做曬去啊，帶領以色列人佔領應許之地嘅工作咧？我哋又睇到另一個經文，就喺約書亞記二十四章廿九節。這些事以後，耶和華的仆人倫嘅仔約書亞一百正啊，正一百一十歲就死咗。我哋猜測佢係九十歲咁樣入應許之地嚟佔領，佢總共用咗幾多年正做曬嘅工作啊？一百一十歲死，如果九十歲入，用咗二十年。大家記得呢個時間二十年。但係我哋睇到馬太福音記載嗰一件事，就係拉合時生波亞斯。咁樣波亞斯娶魯德嘅時候，佢已經係才子，係可以喺城門同長老對話。喺猶太人嘅傳統咧，對一個猶太人嘅要求，佢成年可以喺議會企咧，係一定要三十歲以上。我哋當係最後生啦 ，minimum 啦，最低標準啦，亦即估計波亞斯娶魯德嘅時候最少有三十歲，最少有三十歲。亦即話三十歲，拉合幾時結婚啊？探子入應許之地嘛，我佔領咗耶利哥城之後啊嘛，佔領咗耶利哥城之後，亦即話係起初。約書亞帶領先人佔領的第一個城市，亦都係話路德記一可以講，當司事執政嘅時候，同埋當我哋知道路德嫁俾波亞斯，亦即係話呢一家人啊，就係喺呢一個，即係話約書亞佔領咗，啱啱佔領曬應許之地二十年嘛，二十年咁樣嘅時間。呢家人就面對咗饑荒，即係話以色列人啱啱佔領咗應許之地冇幾耐，呢家人就同應許之地嚟講 sayonara， 因為我揾唔到食。你諗清楚啲，上帝帶你呢家人出喺曠野四十年，將埃及人嘅財富奪去之後。營地都冇可能要贏嘅，上帝將迦南地因兑現咗亞伯拉罕四百三十年前對亞伯拉罕嘅應許，喺你呢一代人兑現。佢中間嘅人等咗四百三十年，幾多代啊？兑唔到，話你呢代兑現，兑現咗之後冇幾耐，你同上帝講 sayonara， 再見啦，上帝。人哋等咗四十三年等唔到，冇講再見。在你这一代兑现之后，你说找不到食，上帝再见啊。哇，所以你知道一开始写路德记的人非常之幽默啊，饥荒，所以我走合理啊，这个是历史背景啊。我们看到第二，我们看第二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就是名字的背景。我讲到那个口传的时代，口传的时代原来写的时候不是真实的人的名字，只不過將要寫呢個經嘅人，聖靈感動寫經人，要將上帝要同我哋嘅教導咧，按喺佢名嗰度，用嚟容易記。記得伊利米勒，意思叫做我神係我王。哇！呢、這個人叫做啊，我神係我王喎，即係話好似今日嘅情況之下，最虔誠嘅基督徒。最尊敬耶穌的基督徒，這個人叫我是個最尊敬耶穌的基督徒。 OK 啊，聽來啊，好搞笑啊。咁樣我老婆叫咩名啊？一個最尊敬耶穌的基督徒娶咗個老婆叫做甜美，佢有講住咩啊？好幸福快樂，而家就話好幸福、好甜、好值得人羨慕嘅人生，佢嘅人生好值得羨慕。一個很最虔誠的基督徒娶了一個很幸福快樂的老婆，靚不靚啊？這個圖畫很靚啊，很靚，但是下來就不靚。為什麼呢？他生了第一個兒子叫做平達，奇怪啊，一個最尊敬耶穌的基督徒娶了一個老婆叫做幸福快樂，之後生個兒子叫做平平淡淡，可能平淡就是幸福啦，不是错啊。
係咯，都未錯。但係生咗第二個仔，第二個仔叫咩名？基廉，基廉叫朝帥。哇！你娶個老公係最敬畏上帝嘅喎，我神是我王喎，最虔誠嘅基督徒。娶個老婆叫幸福快樂，生第二個仔叫朝帥。哇，幾諷刺啊！做乜你仔咁憔悴啊？你唔憔悴，點樣叫你仔憔悴啊？好憔悴，好殘啊！好得意啊！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娶咗一個幸福快樂，生第一個仔叫做平淡，第二個仔叫做好殘，殘到曬憔悴，好殘。講得唔好聽就好悲。喂，咁得意？之後。大仔即係大新抱，大新名叫做新鮮，好新鮮 ，fresh olive， 新鮮的牛奶。啊！啲巴薩講我啲耳好新鮮。啊！誒，平淡梗係中意新鮮啦。所以新抱唔錯啊，第一大新抱唔錯。大家猜下盧德係咩意思啊？盧德，所有弟兄發夢都想娶盧德啊，因為盧德嘅名叫做親密的同伴，即係話。好體貼，好温，好窩心，好窩心嘅意思啊！好就利，好温柔，可以用聖經嘅温柔咁樣嘅意思啊！體貼温柔，誒，好憔悴而到位，好體貼温柔，安慰嚟噶嘛？哇！但係個仔冇幾耐死咗啊，剩翻兩個心抱啊，剩翻新鮮同埋親密咯，得意哦，得意哦！將這個時間的歷史的背景和這個名字的背景，我們用一個地圖，我們放在一堆，我們搞今天搞利高，搞利高，搞拼圖，拼出這個意思出來。我先講這個家庭，這個家庭非常有趣，他的老公叫做神是我王，娶了個老婆叫甜蜜，今天的話就叫做最虔誠的基督徒，對主好虔誠基督徒，娶了一個幸福快樂的妻子，生了兩個仔，一個仔叫平淡，一個仔叫憔悴或者叫好殘、okay? 啊、所以平淡娶了新鮮，平淡當然喜歡新鮮、啊、平平靜靜當然喜歡刺激、啊 okay? 所以新鮮、啊、刺激、啊 okay? 娶了一個老婆叫新鮮，咁樣憔悴就娶了個老婆得到安慰，因為她親密同輩，娶了一個溫和溫柔體貼，是一個很懂做人，很懂就去，很懂幫他扶他的老婆，所以看來這家人很有趣、啊、親愛的弟兄姊妹，所以他那個說神是我王，其實就離開了神的430年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一對然後你走了，所以上帝不讓他在世上，上帝正常啊，之後他兩個兒子叫平淡和憔悴，上帝都沒多久就將他們再拿走，後來這些事發生，三個人做阿爸的兩個兒子，聖經說路德記一開始我們說十年裡面上帝全部接濟回天家，剩下三個人，三個女人一台戲，剩下三個女人來開始路德記的故事，所以我將這個歷史背景和這個名字的背景放在的時候、啊、還要解釋一件事，就是兩個兒子娶摩押女子為妻，出埃及記的時候在這個申命記摩西的教導，就是說這個以利未勒，即是做亞加公的，做老爸的，是很清楚的，摩西分上帝吩咐摩西說，在《申命記》23:3，亞摩人和且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華的會，他們的子孫雖過了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也就是說當這個以美拉勒的兩個兒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他們不單止是離開了應許之地，連什麼不能夠入啊，他們娶個老婆的決定的時候，連自己的身份都不愛了，嚴重啊！一個最虔誠耶穌的基督徒娶了一個幸福快樂，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平淡，
一個叫咩啊？一個叫朝歲。之後咧，為咗娶老婆、娶新鮮啊，一個娶親密嘅伴侶，連自己基督徒嘅身份，連自己天國子女嘅身份都唔要埋，為咗娶老婆。所以你知點解上帝咁快召佢走啊？嘅咁嘅意思啊 ？OK， 好。同埋摩亞呢個字咧，好得意啊！摩亞呢個字係正式嘅解釋係從父而嚟，或者叫做父親的後裔。我哋焦點放喺父親嘅後裔呢個字，點解咧？因為喺創世紀十九至三十七啊，十九章37節講啦，我哋睇到羅德嘅兩個女都從佢父親懷咗孕，從大女生嘅仔，幾嘢取名叫摩亞。也就是摩亞人的事做，這個摩亞人為何上帝不愛他們跟他有關係發生結婚呢？是因為這個族人是羅德的女兒幫他爸帶出來的小哥，但是為何上帝這麼嚴呢？其實這邊有一個屬靈的一個教導，我們看這個父親的後裔，因為創世紀三章十五節，上帝自己講：我若要叫你女人彼，即係蛇同女人彼此為仇，蛇嘅後裔同女人嘅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嘅後裔要傷你嘅頭，你要傷佢嘅腳跟。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唯一被稱為女人的後裔，亦都係一開始創世紀上帝所應許嘅救恩。開始，所以當你娶摩亞人的時候，就咩啊？將個救恩調翻轉嘅啫。而上帝講係女人的後裔，你偏偏搞一個父親的後裔、男人的後裔，呢度搞緊咩啊？原來當你接近摩亞的時候，當你同摩亞有關係的時候，你係叫做敵救恩或者叫做反救恩的做法嘅。所以點解上帝十年收曬呢三個人咧？所以可能我呢個咁樣解釋好牽強，但我畫一個圖，我哋睇嗰個路線，將所有個名字放落去，我哋睇到一個好有意思嘅拼圖。嗱，呢度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應許之地嘅路線係咁樣啊？呢度係半島之後上到嚟摩亞，經過呢度。之後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亦即係話拉合釘個探子過約旦河，呢約旦河啊，過去探呢個耶利哥城嘅時候係咁樣嚟噶。之後二十年入邊，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大多數應許之地佔領咗啦，對現咗之後面對第一個饑荒，原地呢家人住喺度啊，之後走去摩亞係咩啊？摩西之後接俾約書亞接手，之後係帶你哋兑現亞伯拉罕430年嘅應許，進入應許之地。佢哋遇到第一個問題嘅時候，就由應許之地割山走翻過嚟。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OK， 所以啦，我哋就睇啲名啊，名同得意啊 ，OK， 我神是我王，取咗甜蜜。生出平淡就憔悴，平淡梗係中意新鮮咯，憔悴嘅因為吳家咁温柔體貼，梗係中意佢咯。但你發覺到女人嘅後裔同父親嘅後裔，你發覺到係唔係有一個意思？走翻轉頭，記得最後我哋唱一首詩歌嘛，阿素新姊妹帶唱首歌《一生愛主》，歌前面有一個一生唔回頭啊，啊！所以回頭，他們為何面對這麼大的困境？不要回頭，不要向後看。所以這裡其實有一個教導，就是當一個基督徒領受了神的恩典，你要繼續走下去，不要為了少少困難問題你就回頭，回頭就很麻煩。但是更加麻煩就是你誇了，你用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做我神是我王，我神是我王，之後你回頭，
全部人看著你的時候，哇，一路講神是我王，那個人哇走回頭路，即是你跟世界說什麼？什麼叫做敵福音呢？或者叫反福音呢？他講了什麼？他講了耶穌不可信，他講了上帝不可信，上帝用了430年證明了我430年應許摩西的，喂，我兑現了啊，上帝跟你說我兑現了，我應許之地給你們，給了你們啊，住了入面當中，遇到少少問題，上帝信不過，你一直說，哇，你知道那個嚴重性嗎？如果上帝沒有兌現對你的應許， OK 啦，你又說啦，上帝不可信，但是上帝兌現了，你面對少少問題，你跟全世界說上帝不可信，所以你教到好得意，呢家人，呢家人真得意。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究竟路德记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先搞清楚为什么上帝这么看重摩押这个地方，还有为什么我这样说不要回头这个教导。其实我们可以来一个比较，就是在创世纪13:10，我们看摩押的这个来源，这个故事的来源。罗德巨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支伦的也在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当亚俄里玛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主也上埃及地。大家留意埃及地这个比喻，这个故事是记住了当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了争草原来养羊争草，亚伯拉罕说，我和你是亲戚，罗德是我的侄，我两个人不应该为开钱的东西来吵架。所以亚伯拉罕做长辈就比起侄说，你选吧，我们要入但河为界，你选东我就去西，你选西我就去东。之后罗德就一查，哎，这里漂亮，这里漂亮，这里找到食物，那里找不到食物，当然选找到食物了，okay？ 罗德又选了。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经文下来说什么，当亚伯拉罕让给罗德选了之后，罗德选了约旦河，约旦河东边，所以亚伯拉罕就自然就拿了约旦河西边。当时上帝同埋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啊，系呢件事过后之后，亚伯拉罕再祈祷上帝嘅时候，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我就赐你呢块地为你嘅子子孙孙嘅。所以应许之地嘅开始嘅应许就呢个经文下低。所以经文好有趣，写路德记嘅时候，上帝好有趣，将成个事件又再拉翻。是应许之地的开始，啊，得意啊 ！OK， 第二，我哋再睇落去，罗德即系话，当罗德喺到嗰个地方唔小心俾索多亚俄米拉城吸引住咗落去嘅时候，当第一次4王同5王争战嘅时候，罗德住嘅地方咧就打输咗，罗德就被掳，见到冇？亚伯拉罕听到之后，哇！带晒自己的家丁，带晒自己的人，哇！去帮这个五王争战，为了什么？为了救回罗德。也就是说，上帝审判一个人之前，先给个 warning 啊！你住的地方有问题啊！但上帝第一次给机会你，所以亚伯拉罕神都祝福亚伯拉罕打吞回来，之后就攞回罗德这家人，救回罗德这家人。但是有没有醒目啊？罗德没有，仍然住那个地方。但是救罗德的亚伯拉罕之后呢，就献祭耶路撒冷王，撒冷王就第一次出现了。所以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将他的土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第一个经文出现就是这个故事下的。之后呢，之后到上帝在99岁，亚伯拉罕99岁再遇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带两个天使，上帝说嘛，哎，我们所做的事不可以隐瞒亚伯拉罕，之后跟亚伯拉罕说，我们来呢是要毁灭两个城，索罗阿俄米拉城。之后亚伯拉罕一想到，哎，不行，罗德一家住那里，罗德没帮神
傾數啊！二哥，二哥要100個，二哥，二哥要幾多個？二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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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一路傾嘅時候，夾啦，以為有10個啦，心諗啦，羅德嘅老婆，羅德兩個女，加埋兩個女婿，6個人住嗰度住咁耐，暗冇一個傳一個，都有12個啦，所以夾啦諗住傾到10個，冇問題噶啦，冇問題喎，實際上咧。哦，實際上可悲啊！嗱，呢個經文喺度，天使紀念亞伯拉罕，羅德唔外在。嗱，呢個情呢、这個經文就記載咧，已經要毀滅呢個城啦，天使都出現啦，同羅德一家人講咗啦，好緊張啦，火燒屋啦，差唔多地震啦，樹立咪啦，你睇下經文講咩？但羅德延遲唔走，兩人邊個？嗰有兩個天使。兩個天使因為耶和華憐憫羅德，就拉住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並他兩個女兒的手，將他們領出來安置在城外。勸你勸不到，兩個天使都夾硬來，夾硬拉你走啊！這個故事畢竟，但是拉你走你就感恩啊，我們看下去。羅德的妻子回頭一看就成了一個鹽柱，拉住你走啊！你都回頭看啊！之後一望你就死啊！就變成了鹽柱。所以你看正話我講不要回頭，是不是有這個意思？上帝在《申命記》講不能夠跟摩亞人有關係，其實是一個教導，就是你信在神，你领受了神的祝福之后，你不要回头，回头看都不行，回头看都变严重。所以罗德失不失败？娶了个老婆，娶了两个女，之后个女又帮他搞样东西，搞样东西又生了摩押人。所以摩押这个地方，摩押这个族人，其实是不是一个教育叫做你不要回头？回头就好大祸啊！所以我哋睇罗德呢个人，佢嘅珍贵。罗德圣经记载另一个经书记载罗德嘅时候，罗德嘅强处喺边度？如果你将罗德比较起呢一个罗德嘅妻子咧，你发觉到真系好大分别啦。一个就系上帝都祝福你。死到臨頭，天使都拉住你，窮愛救你，你都回頭望，念念不忘。我啲傻到我傻到馬馬啦，當成啊，好似咩？好似先知成日講，你哋成日念念不忘埃及地，哇！做奴隸有咩好念忘啊？好咩依依不捨，好奇怪啊！好奇怪，人真係有啲奇怪啊！賜福你大富大貴，做個自由人你唔愛。我喜歡被人蝦，我喜歡做奴隸，很奇怪啊。奴隸說不要催我回去，又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即是奴德對家婆，都是兩個老公死的時候，我咪要回應許之地，就打發兩個新抱回家，沒跟著我了，即是大新抱新鮮呢，就回家，回家，陳家，回娘家。之後盧德就耿耿足字，嗱後尾講咗呢句話：不要催我翻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你在哪裡住，我也在哪裡住。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盧德係未曾領受過上帝嘅恩典。盧德係因為睇到拿俄米，我唔知拿俄米有咩咁特別啊，但係。路德講出呢個話係唔簡單，有好多問題，受好多苦難，冇曬希望，仲要照顧個家婆，仲要離開別井。路德講緊呢句話嘅時候，似邊個啊？似唔似亞伯拉罕啊？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本家，去邊度？上帝冇講啊！當時上帝冇講啊！叫你走的時候，上帝沒說啊，沒說去哪裡啊，但是亞伯拉罕跟啊。路德知不知道應許地怎樣啊？不知道。路德知不知道上帝怎樣啊？不知道。但路德說什麼？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路德是不是开始有多少样的似纳伯拉罕来的，这句话讲到。而且路德讲得更绝的就是，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死你和我相离，不难愿耶和华重重的上坟于我。诶，反而他常知道上帝是谁。但是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呢？以前中国的人的老婆婆做到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加了一句话，嫁着马骝随山走。 OK， 现在有谁说，哇，你死在哪里，我跟你死在哪里啊，慢等啊，现在很危险啊。当你破产的时候，当你唱这个郭富城经常唱这首歌了， Sayonara Sakura Sayonara Sayonara， 就有了再见啊，你有病啊， cancer 要照顾你啊， Sayonara Sayonara， 哇，你没有钱啊，什么那么多债啊， Sayonara Sayonara， 你死在哪里我就死跟你死在哪里，你撞哪里我就跟你撞哪里啊。有些说什么啊，他老公死的时候，我见过啊，我真的见过啊，老公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答应我最后的要求，我死了之后我撞那里，你们做麻烦啊，之后你又撞我隔离，老婆不出声，又没有点头，好像点头，老公一断气，那个表没晒了之后，以后啊，我跟你们说，起身跟我两个仔说，以后啊，我跟你们说啊，我死了之后啊，千祈不要撞到你老豆隔离啊，呀，烦咗我一生人啊，同舊啊，死后仲要烦我，慢等啊你 ，OK？ 你死喺边度撞边度，我撞边度，慢等啊你，哇，我喺嗰度，要讲咩啊？我都唔知要讲咩啊，你话，因为如果听咗佢故仔，我唔可以讲佢错啊，真系好难讲啊。但系路德嘅心智。家婆嚟嘅啫，家婆俾唔到佢希望啊！記得啊，當時嗰時係咩啊？出嫁靠老，唔係出嫁之前靠老豆，出嫁之後靠老公，老公瓜咗，老公拜拜咗，係靠邊個？靠仔啊！家公冇咗，老公冇咗，冇仔喎，跟住拿俄未去到應許之地，三唔識七，叫咩啊？叫做兩個女人去到應許之地，叫做等死，等死啊你 ，OK？ 但係拿俄未發誓喎，你發誓啊啦未？除非死能夠與我相離，唔然仍耶和華重重嘅降罪於我，發誓嚟噶呢個。发誓啊，老德，亲爱的弟兄，同揾到咁样嘅姊妹冇，揾到你唔好走宝啊 ！OK， 同佢咁样女人嘛、啊，同埋波阿斯点样赞老德？点解波阿斯想娶老德？有呢个波阿斯赞老德啊！波阿斯回答讲：自从你丈夫死后，即系你做寡妇之后，讲到斯文啦、啊。自从你老公死咗之后。我哋絕啲嘅就講，自從你做寡婦之後，所以好有智慧啊，波亞斯。凡你向家婆所合做嘅，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熟不認識嘅民眾，這些事人傳道告訴我啦。即係話路德嘅事件喺英語之內，全部都知道，全部人都好留意睇住路德。點解？因為佢係摩押人。摩押人係不潔淨啊，對當時以色列人講唔得以掂啊，所以全部。勒地張眼釘住佢，回路德，路德。願耶和華照你所行嘅賞賜你，你嚟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嘅翅膀之下，願你滿得佢嘅賞賜。所以你開始明白咗咩詩篇成日講，藏在耶和華嘅翅膀之下，就是、你知道啊。好似路德願意投靠耶和華。翅膀之下，所以安靜做咩？藏我喺翅膀之下，就呢度呢個係嘅原文嘅出處。願你滿得佢嘅賞賜，
所以你睇下路德，又唔使谂到佢死嘅，谂住死路一条嘅，谂到系死路一条嘅啫。你好，你话古仔嘅比较好得意啊，佢家公谂住喺应许之地死路一条，之后离家出走，成家搬去应许之地，又喺边度？喺摩押地，之后就死路一条啊，谂住系生路，点知系死嘅？路德谂住陪自己家婆一起死嘅，点知翻生、啊？所以耶稣嘅福音先未讲咯，死一粒种子若不死了，仍是一粒种子。所以基督徒系向死而变生嘅、啊，向生而变死嘅、啊，好得意啊！得意啊！得意。再嚟睇落去，我哋睇到如果将路德同埋罗德都系德啊。路德和罗德的老婆比一比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有人蒙神祝福保守却离开神、哦欸、路德上帝几祝福他、啊、罗德的老婆几、啊、小奶奶来的，知不知道？哇，他那些羊多到不够地养、啊、富豪来的，嫁了交夫帥啊，來中國人叫的。但是蒙神祝福卻離開神，以利亞勒就是路德的家公，這家人蒙神祝福卻離開應許之地，真是奇怪啊。有人願意付出代價信靠神，愛人幫助人，他信拿罗美，路德信拿罗美，他家婆信的上帝，他不是停是信啊，他愿意和拿罗美和他家婆同甘共苦，挨到死，是吗？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撞在哪里，我都撞在哪里，是不是那句话来的？就是说帮你挨到我们两个一起死， OK？ 啊，不过不是那些林殿友一家人被人追債的時候點火自殺死的，還有、啊、這個是靠神撐到最後一分鐘。這樣我想問大家弟兄姊妹，意味呀啦，我神是我王，或者今天的白話說我是最尊敬耶穌的基督徒，這樣你要跟耶穌同生共死啊？当我们教会逼迫的时候，你要跟教会同生共死嘛，那我们又不要叫以利亚勒，以利亚勒，所以你都不要称自己我是最敬畏主耶稣的基督徒，你不要这样叫，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最虔诚基督徒，如果你没有打算跟教会同生共死。但路德有啊，为什么我们叫路德是有情有义？因为你试下睇咯，路德喺有问题嘅家里睇到神、哦，嗰、那个叫最敬畏神嘅人、哦，但系佢嘅生活竟然冇敬畏神嘅、哦，但系佢睇到佢咁样都睇到佢嘅神、哦，犀利啊！路德最厉害嘅就系眼光，佢喺有问题嘅教会同睇到耶稣、哦，佢睇到喺一个有问题基督徒同睇到耶稣是可信嘅、哦。他看到得不到祝福的家庭，他仍然知道神是祝福的，得意啊！路德的眼光很厉害，路德在处理问题上遇到神，他打算和拿俄米和他家婆来到应许之地，要什么？其实路德心里什么？我家婆最后一个心愿，我家婆死去老公，我家婆死了两个仔，我家婆无依无靠，万悔万念俱灰，我家婆唯一个心愿要死在她出世的地方，要死在家乡，好像家是故乡容、啊、茶是故乡容、啊、所以她要路德开始什么？要完成她家婆最后的心愿。今天我们有父母年老的时候跟你说一声，阿仔，我同有一个心事未了。哎，唔好同我讲，唔好同我讲，同阿哥讲，我冇能力，我冇能力帮你做啊。但系路德唔系喎，
可能他要完成这个家婆最后的心愿，要陪他死的，他说明我知道死的了，okay？ 你死在哪里我去哪里死，你撞在哪里我撞在哪里，okay？ 路德为了完成这个老人家最后的心愿，愿意付出他的命。今天你爸你妈这么照顾你，如果你爸你妈说我还有最后的心愿，你有什么反应？哇，真的考起我来，不要说考起你，考起我，我都考起。哇，但是我们在路德的看到什么？当路德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遇见神，他遇见神向他伸手，他遇见神的祝福临到他身上，他遇见原来神是可靠和信实。很多时候，基督徒几十年都说，怎么祈祷看不到神帮我的？咁我谂，你谂下你自己似唔似路德啊？原来坚持到底嘅人系蒙神赐福，路德坚持到底。伊美亚纳第一次占领咗430年，佢兑现咗第一次饥荒啫嘛，就走佬，唔要走咯，路德冇。喺另一个角度嚟讲。路德記也跟你講了另一件事，因為我們看到波阿斯做了猶大的仔沒有做的，大家記得他馬士嗎？他馬士猶大的第一個仔死了之後沒有留下，沒有維喜哥，他馬士沒有生出仔，之後猶大又吩咐他四佬，猶大分了第二個仔娶他嫂維喜留後，有沒有做啊？有大地的兒子沒有，上帝殺了他，okay？ 但是波亞斯娶路德生出來的時候，波亞斯他那個是等他猶大分身家給他，波亞斯不是，波亞斯還要幫路德的老公以前賣了個地出錢，出錢你看路德記出錢贖回來，不是給你的，不是給波亞斯，是歸回給路德，歸回給拿俄米，生出的四老哥俾拿俄米做仔，哦！你睇波亞斯係咪做咗猶大嘅仔冇做啊？第二，路德做咗羅德嘅妻子冇做啊？誒，係咪？大家諗到嗱，之後路德生咗邊個？路德之後佢嘅侄孫，佢嘅孫嘅仔太尉王係咪做咗？掃羅王冇有做啊？前人失敗的事，原來神都興起一個人去完成他未做到的事。是不是我想問大家，知耶穌是不是做了你我沒有做的？按著神的心意活著，所以為什麼 他有這個資格成為代罪羔羊，為我們洗去我們的罪？為什麼唯有他有資格完成這個救呢？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沒有違反上帝的吩咐。所以今天在路德記裡面，我們看到一個不要回頭路，不要再回頭看，但我們看到今天你不要再抱怨你的環境，不要抱怨你的家庭，因為路德是一個不完整的家庭，一個不完整的地方，還有是願意面對付出代價，付出生命來完成一些事的時候，去遇見神，去堅持到底的時候，去蒙神赐福。今天你抱怨什么？但很多事情耶稣为我们做了，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赦下这个救恩，所以你还有什么可以投诉？你有什么没有做到的时候，上帝要你做，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你做不到的时候，你还有什么理由在那里说我做不得啊？不做不得啊？不做不得啊？你有什么资格说？所以我们庆受圣间的时候，我们大家静下来，我们用路德记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退缩了，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啊，知道这件事是上帝要我们做，我们知道是耶稣感动我们做，但是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头，我们退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可以再拿回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一些我们亏欠的地方我们应该再回头
我哋喺哪度跌倒，我哋就哪度企起嚟。我哋思考，我哋思考，我哋沉默，我哋安静一分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廿六节，保罗讲：我保罗当日传俾你哋嘅，原系从主耶稣领受啊，就系主耶稣被卖嘅那夜攞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讲：这就是耶稣嘅身体，为我哋舍嘅，我哋应当如此行，为是纪念主耶稣。所以大家，我哋打开前面嘅呢层纸，我哋攞起饼。让我们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保罗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主耶稣的血所淋的新约，我们每逢饮的时候又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我们每逢食这饼饮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起来。大家，我们一起弟兄姊妹来用这个杯。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帮我们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你为我们成为一个赎罪祭，钉在十字架上献给上帝，开了一条救恩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多谢你，因为你身体为我们舍，你的血为我们流，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软弱，我们承认我们信得很迟钝，我们承认我们很小信。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智，求你不要拿走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求你圣灵不断的感动改变转化我们，让我们又成为一个有你性情一样的人，让我们可以勇敢地再拿起你叫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再面对我们自己你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似鲁德那么大胆的，似鲁德那么义无反顾的，似鲁德那么的可以就算将性命牺牲也无相干，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必加添我们力量，你必须有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我们所做的你不要叫我们担不起的，你必恩高我们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事。主啊，帮助恩待，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所有名下的一切，祝福我们迦南堂，祝福马来西亚，祝福这个国家，让我们都可以兴起你的名，高举你的名，愿你的国家是敬拜
六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归处，随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是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未散会之前有少少的报告，我们再提醒大家，我们今年的24号平安夜，我们是网上聚会啊。我哋曉 send 呢一個 link 係俾大家嘅，經過 WhatsApp。如果你未有 WhatsApp， 你驚你收唔到嘅，你可以通知我，我去幫你處理。同埋教會就鼓勵大家去嗰日網上嘅時候咧，大家盡量有啲聖誕節嘅氣氛，有聖誕節嘅服裝同埋聖誕節嘅裝飾喺你嘅背景中，就大家睇到我哋仍然喺呢個情況之下，仍有我哋聖誕節嘅喜樂。第二，我哋仲有一個通知喺我哋嘅聖誕節過後，就係12月26號嗰個主日過後1點，我哋有呢一個2020呢個舊年 MCO 冇舉行，同埋一兩年一齊嘅年度會員大會，所以咧我哋曉嗰日嚟舉行，係要有 WhatsApp 網上 Zoom 同埋呢個實體嘅呢個大會。今年这个日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有选举这个执事的制度，所以要更加详细的事要通过 WhatsApp， 即是财政报告和那天的议程都要经过 WhatsApp 来寄给大家，所以大家去检查一下你的 WhatsApp， 去个别检查，还有一切的报告呢要放在报告栏那里，大家如果有爱知道更详细的可以自己去看。所以我们聚会到现在，我们平安散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荣耀归主。